我要时时阿乐耶和华，阿乐耶话要常常伫我的嘴，我的心情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，惊鄙的人听见也要欢喜。恁甲我着阿乐耶和华最大，三甲尊伊的名最悬。这是请咱起立，咱来坐念《使徒信经》。《使徒信经》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阮犹太人人间受苦，定时的死埋葬轮流。第三日对死人复活，上天。搭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大面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父的上帝，最下面上帝的国话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咱犹原站着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我用敬虔和诚实的祈祷来求求你，恳求你让我用全意的心在你的面前虔诚敬拜，愿荣光归于你，我永远的上帝。我要唱新的歌来阿乐你，因为你牵引我一切的敬拜和阿乐。我也要为着你所想事各项的恩惠来感谢你，为着你的保护和看顾来感谢你。你以外，阮无福气，因为耶和华是阮的产业，甲阮杯中的分量。阮所应得的，你甲阮顾守，阮深深献上阮的感谢。怜悯阮的父啊，我要伫你的面前承认个别阮的本性，常常软弱得罪你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阮的罪。驾驶阮，救阮脱离阮的歹，也洗清阮一切的过失。在这个罪恶的世代，社会甲国际的无安定，予阮活伫惊吓内面，亲像对着威雷要攻击阮。总是阮知阮伫你的怀抱中，阮就毋惊灾害。阮需要更加警醒家己，因为知影主要来的日子近啦。阮就更加爱倚靠你来传福音，用你的疼甲恩典来照光世界每一个黑暗的角落。愿你将平安甲恩望赏赐予阮。是阮的主，感谢你为着阮定死伫十字架顶，予阮知影阮是有价值的，阮是受重视的。也因为你的死搁活，予阮有恩望来面对阮的未来。阮是何等有福气的人！会当伫你的殿内孝养你、认捌你，将阮的担担交托予你。总是阮也要为着一寡年老无法度来教会的时段，以及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。愿主的怜悯甲医治临到因，心内颂扬的恳求主的灵来帮助因，予因得到保障；良心倒地的恳求主扶持坚固因。阮望伫主过来的时，阮拢犹原徛在，无一个失落的。主啊，我要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主的灵甲阮三甲之地，通过无牧师的信息来养饲阮的心灵。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坐。